君家有事，家里谈三通车。哇，好香啊！哎呦，这就是火锅的味道，火锅的芬芳。火锅的芬芳。静候三十年，有几个开锅开吃？不用调调料吗？不用。啊对，要调调料啊！哈哈，差点忘了。静候三十分钟。今天要尝试的调料风格是比较川渝口味的油碟。连续工作了48个小时，现在头有点晕。OK， 我的手是用75度的酒精消毒过洗过的，所以可以直接这样上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消完毒之后，我们开始接触你的食物。没关系，我就喜欢吃大颗的，像香油香菜，香气十足，馋的流口水，馋了馋了，哇，好香，海底捞的味道。这现在已经买不到市面上的营养高卷，所以小姚灵机一动，拿出了我的健身牛肉，拿出了我的健身牛肉，主要是肉我都爱，然后是真的，我已经馋的流口水，苍蝇都想吃。他们是健身牛肉，所以吃了都可以健身，你的肌肉就会蹭蹭的长。